很早期的肺癌没有任何症状，很早期的肺癌多半都是在体检中间，在体检 CT 中间发现。早期最早的肺癌症状就是咳嗽、痰中带血，这是肺癌比较早期的症状。如果一个人出现了顽固性的咳嗽，尤其是在咳嗽的时候痰中带有血丝，这个要非常警惕，要抓紧时间去医院进行一个体检，做一个胸部的 CT 检查，以及发现早期的肺癌。大多数出现症状的肺癌指的就是咳嗽、咳痰、痰中带血，包括胸痛，以这些症状来就诊的病人呢，一般就到了肺癌的晚期了。可以告诉大家，在现今的科技和医疗条件之下，晚期肺癌经过一定治疗以后，同样可以延长生命，可以提高生活质量，可以减轻疼痛。